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甜食幽灵。现在，大家看到我们的 Nico 又有颜色了，是因为我把那个记录档跟那些全部都删掉，就变得像是一周目这样子了。因为我想要破另外一个成就，然后它是它是这里。想要破的那个成就是下面这个 One Shot Back to its Root， 就是不管怎样都好，都不要按右上角的叉叉，就是关闭这个游戏，这样就可以达成。然后我现在要做的这个成就是这个 Ram Whisperer Heard Worm with Ease， 就是一次成功。好，我们来试试看。好，这个谜题，好，我们来看看有没有办法一次破解。等一下，这只能再往前，我才可以下来。然后这边，然后看一下，把这个推下来的话，然后我再把这一个弄过来，这个上去，这个过来，这个过去，好，这样应该是没有问题。好，有成就了，收下这块上好的羊毛。好，那么我们待会见，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回来了。然后现在我们要来拿另外一个我在就是一周末的时候没有拿到成就，就是要把这边包包里面全部东西，这八样东西，对吧？2468，对，这八样东西全部都跟这个人交易一遍。那这个种子就是那个树妖留下来的，然后这一个水的试管呢，就是在这一个 Glen 的最南方，然后右手边那边有一个小房子，然后那边有一个机器人，就说他在检测水样，然后就把这个水给我们，因为我们需要。好，那么我们就全部都来交易一遍。这个是他给我们的，嘿，我已经把那个给你了。怎么，你想反悔？并不是的，很好，因为我不会的。植物女士留下的种子，但是这更像是他的宝宝，我不会像那样抛弃别人的宝宝，尤其是不会给一只鸟把它吃掉了。嘿，然后，哎呦，这个 T 恤是我们第一次跟他就是用羊毛换成这个染料的时候，用讨价还价就可以获得的 T 恤。那这个也是之后就是成就用的。那个我不会把那种东西拿回来，之前牧羊人把那个东西给我的，但是这看起来很适合我吗？啊， T 恤不太适合长着翅膀的人穿吧。哦，所以他们真的是鸟人哦。这个怎么样？我从机器人那里弄来一个装满水的玻璃瓶，你喜欢玻璃吗？喜欢。是吗？我超喜欢玻璃，爱死了。因为酷爱玻璃，我收集了很多玻璃，而其他东西并不多。我要清理一些旧瓶子和药水瓶，给我的新东西腾点地方。这就是我为什么首先建立了一个交易所，
我觉得这个交易所不应该出现。哦，所以他也不要这个羽毛。我不想交易那个幽灵，不想交易什么？那是什么？一根羽毛？嗯，等等。哦，我的天哪，这不是一根羽毛，那是上一任先知的羽毛。哦，这可能是这里最可怕的东西之一了。你怎么会在这个世界拿到这个东西的？等等，我想你拥有这个好像也讲得通。要知道，因为你是救世主。好的。我不认为把这个卖掉是对的，幽灵。嘿，你有这种硬币啊？我以前也挖到过几个。哦，是的，有个家伙愿意为了他们和我换他最好的东西。哦，就像有一次他给了我那个播放音乐的小机器，我不知道它叫什么，就是要上紧发条的那个八音盒，就是那个。真希望那家伙赶快再过来，我已经好久没有看到他了，我想跟他做更多的交易。耶、yeah, 有了 Extreme Bartering， 这叫做什么？极端的物物交换，耗尽所有的可能性，是吗？好，那么我们就解了另外一个成就，那么我们待会见。 Hello 大家好，回来了。然后不好意思，因为我现在没有戴耳机，所以游戏音乐是从我的电脑，我的笔电发出来的。好，然后我们现在到了红色区域之后呢，我们下一个要解的成就就是那个重生，就是我们的 Marzi 的留下的种子。应该说，等一下，我们先跟他对话的时候，他说这片恐怕这片区域禁止你进入，这只有带有神圣之核的人才可以允许进入花园。那第一次的时候我并没有什么在意，后来康康说带这个，就像一粒玉米。我有这东西，它是被植物女士落在 Glen 的。那的确是神圣之核，你需要重新种下它。你明白自己要做什么吗？是，很好。你可以通过这里进入到花园。好，我们要去新地方了。然后这个是破洞，是不是？哦，哎，好酷，是灯泡的造型，好可爱哦。好可爱哦！这样子，然后我们就把这个放进去。是时候把种子放到花盆里了。这个盆里没有泥土，这样种子真的会发芽吗？好，所以我们要在这里拿，我们要去想办法获得一些泥土。这个好，我们来跟他要一点土。你好啊，你有这么多植物？是的，你看，这些都是我自己种的。欢迎问我有关植物的问题。哦，你是一名园丁对吗？是啊。那你有土吗？我的意思是种植物的泥土。有啊。你需要点吗？要。我要种植植物女士留下的种子，但是花园里的花盆里没有土了。我明白了，我知道你在说的是谁。是的，给你整袋都拿去吧。多谢。有了，我们现在有泥土，那我们就回去种。那我们就这时候呢，我们身上虽然有这个装有水的试管，但是我们要的是跟商业街，就是楼下那边的，跟他之前我们不是遇到一个卖药丸的嘛，然后把那个那时候我只有把水跟药丸合成，可是我并不知道要做什么，所以之后就是要把那个药丸跟水混合之后，再上来，然后把那个浇进去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等结局。这次我想要破的结局是救这个世界的结局，因为让妮可回家这个结局已经破过了嘛，我想要看看
就是拯救这个世界会变得怎么样，所以我们先弄这边弄好了，上床欸，那我们先休息一下，然后我要重新把那个喇叭用一下，弄耳机听。我们这一次就保持尴尬的沉默好了。我不能动，也不能，什么事？好尴尬。我到了，到了，到了。这里，我们这时候要穿上个性的 T 恤衫。我看你有俱乐部制服，你可以进来。哦 ，Secret！ 你看那只，这边有一只羊，身上写着“八”。这只 Ram 根本不回应我，而它的羊毛上却写着“咩咩”。那个不是 Ram， 那个是只读的。我知道了。啊！这只呢？干！我就知道，那只就是二周末的时候，大家去避难的时候，里面有一只发狂的那个羊。我也很高兴见到你。Secret Ram Club。所以。我们又见面了，你好啊。等一下，你不是从村子里来的吗？是的，但羊始终存在的，在村子里、城市里都有，甚至你的心里也有。好吧。哦，是什么？一个电水壶，它是不是在烧湿的水？哦，对，快中午，快到午餐时间了。你想要留下来吃一杯拉面吗？啊，我不吃了。而且他这边会选用拉面，该不会是因为英文上面 ramen 就是一样是 R A M 开头的吧？你没有看到吗？好可爱哟！就那一只不会动哎，所以这一只是假的，是不是？如果羊也穿鞋的话，他们估计会穿拖鞋。我没懂，我也不是很懂，这是什么英文的笑话吗？我曾是 Ram 俱乐部官方危机网站管理人，但是由于羊群从服务器空间移出，所以总是出现页面错误。啊？404 Ram 未找到。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，这原本不是应该是 error 吗？我想这是我的笑话，这很没意思的，他们一点也不好笑。我听懂了，我还是不懂。你们把读起来了，好，那就应该没问题了。等一下，不好意思，请让我出去，谢谢。我出不去了。哦，有了，趁现在。好，我们获得了一个成就，现在就剩下植物女士的。
跟要按右上角的叉叉。更快的生长，它里面刚刚有讲。好，那这时候我们把这个跟这个，好，那我们现在拿着这个，我们回去那个上面那里。有了有了，这个才是我要的电梯。好，我们回去上面。这还蛮快的。好，好，我们要找哦。他不是讲植物的事情了，因为第一篇没有听。我想说，我看攻略就知道了，我就没有听他讲。这时候我们先放上泥土，希望这能帮你长大小种子。好，种子在土壤里了，看起来有点干。那我们再加入这个水，聪明极了，幽灵。这个水应该能够帮助这粒种子长大。它发芽长出了小叶片，好快！祝你好运，小植物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拯救这个世界，然后就会有不一样的 CD 图的样子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到了比较后期的部分了，也就是比较经典的部分。然后他要把我桌面改掉，写着一切并未结束，无论你在本机中发现了什么，故事并没有那么简单。 Document My Games One Shot， 找到这个标志，激活后请再重新打开游戏，回头见。好，所以这边他要把我这个关掉了。不管怎么想，还是就是会告诉他真相。但是这一次，因为为了成就，还有就是我想要看树妖小那个小苗长大，所以我们这一要看到那一个的话，就一定要选。救世主结局就是把太阳放上塔罗。我现在有在录吗？好，那我就来咯。因为我也不知道会不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，为了表象上一次就是一周末的时候我没有录到 Nico 走出这个视窗，所以我这边都会用就是全萤幕的方法，就是整个我的视窗。说的没错，我不能让大家在这里等死。谢谢你帮助我，天使幽灵，我保证我不会有事的。他放上去了。有了，所以这一边的话它就会第一次有吗？我不记得了。
像没有对吧，他就直接走出了这一个，然后现在这一个是大家都看到的太阳。有了 one shot， 可是 Nico 不在，这个房间是怎么回事？好了，那么就感谢大家的收看，这个是 one shot 的最后一集。如果任何的建议，欢迎在下方的留言处留言，告诉我如何做得更好。喜欢的话，也可以按赞订阅。也可以到我的 Facebook 粉丝团按赞，我会在里面 po 一些我的一些日常或是之类的东西。好啦，那么我们下一个游戏再见，大家拜拜。